单纯沙米粉加贡丸汤，对，那个没什么。你吃不，你吃不偌济啦，无在雕啦。对，我咧较好食嘛，有限啦。啊，但是盐矿那边有一场有那个有那个什么鲑鱼尾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炸鲑鱼尾。然后我看到还有人写说什么有炒虾、小酒鸡哦，小酒鸡有，小酒鸡，小酒鸡一般就炒的吼。那就有一件事情，怎么去看，怎么去观察它构不构成？我如果只办一场，我不会说你什么。我如果从现在开始一系列办到一月八号，对，小酒鸡是里长还是自己办的吗？还是有专门的人在煮？因为一场一场的时间在省哈。对，不管是多少菜，因为像我们在新竹，连炒米粉帮候选人炒米粉，那个都是固定的人啊。固定一个人，几个人包一组人呐、啊哦，一组人、啊。包全场，那想想我们就是这样子嘛。好，那为什么？但是在新竹，就算你知道是候选人的，通常后来为什么剪掉不查？因为你就是炒米粉嘛。对。啊，大家去的人，听你讲讲，吃饱了我就走了嘛。他那个约定，那个约会选里面那个约定的关系啊，不是很强。所以就回到刚刚阿华讲的，如果你今天去吃那一餐哈，是因为怕被，给我做弊喝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到时候的一月九号的动员层数会被打折，因为你不是心甘情愿的。对。但是剪掉单位、执法单位呢，你不能连看都不看了，因为他不是办一场。对。相同的标准过来看林静怡，还有其他三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候选人。对。林静怡有没有在办餐会？多多少少会有，比如说募款餐会，一定会有。对。那你就应该去看啊。我不是说不去看哦，你也应该去看啊。但是如果是盐矿这边办这么多了，那剪掉是不是优先顺序？这边要先看。所以台中地检署嘛，台中就是台中地检署，因为调查局的人要不要碰这种事情？地方派出所要不要碰这种事情？对，东豪哥，派出所最熟。对，因为现在盐矿人就把林佳龙拉出来啊，说他才是炒米粉的始祖啊。因为林佳龙已经是过去式了。对。我跟你讲，林佳龙不是候选人，不是现任的台中市市长，对，他就是主委。那他打林佳龙用意是什么？我讲一句话，如果今天是林佳龙，因为他是林静怡的主委。他办餐会要人家支持林静怡，这个你就要小心，因为有约定的关系。啊，没有，我后援会干部吃饭可以，后援会办摆就是支持他的嘛，对，所以我后援部的干部吃饭可以，对，好，但是这个 有一个大家 common sense 的一个标准，你不会太夸张，不会说我的后援会干部十万人，不会嘛。对，不会有这种事嘛？对，就是说他那个后援会是有特定的，是有干部去吃嘛？对，他不是那种特定的相亲，所以在法律名册的，是有名册的嘛？在法律上他没有那么难。对，然后最后要讲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那盐矿人这种菜就不特定的相亲嘛，是吗？不特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就要看里里长。特定那个里了，特定那个里。盐矿人两个现在就是第一个系统在罢免三 Q 的时候是用家庭会嘛？客厅会，客厅会嘛？那个是以里长为基础，因为里长哈那时候不方便，涉及到卢秀燕，就卢秀燕那时候也不方便，所以他私底下可以支持，但是他台面上不会站出来。是选举的时候不一样，选举的时候他有政党，他一定会站出来支持。只是什么时间点我不知道。注意看这一波他的动员方式就开始不一样了，在罢免的时候是以里长，所以你要记住他已经超兵过一次，而且里定在吹票。对，啊，这么来是用里定在吹，可能啊，所以这种参会你要办。我那么讲，如果从头到尾你就只剩下米粉跟贡丸汤的时候，我没意见，但是你不能讲支持特定候选人，对，那个还是构成约定，一约定就会有贿选，不是跟那个，当然还你可能还会看三十块，但是因为你前面已经有机会有这个修修给了，你后面没有修修给，这个就拍够，这个就拍，这个就比较了哈，不要因为中二选区，尤其是海线这一块哈，大家嘛不要复杂了，啊，人迄个有小酒鸡，我这里无。迄个里长的面子足歹看。第二，你咧趁啥？你想讲选举的时候，你有敢趁这哦？我那选举的时候，那写白条卡是咧白啥？白条卡本身也是一个。好，台中二选区立委补选的这个严宽恒公保地哈违建招待所争议连环爆，但是呢，这个严宽恒又自称呢，当选之后呢，他要伸张土地正义。你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就是他有在那个弄圈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媒体提问让林静怡大笑不止？其他可能啊，动算来中央来去啊，争取啊，配合地方政府，让地方政府来给你补征收。哦，恁的土地会当
得到土地公正、土地正义。他到底懂不懂土地正义的意思？先把公保地那边占用，还有所谓使用的地上权，应该是我们讲他应该是所谓临时建物这件事情先处理完，不用在那边喊口号了，不要喊连自己都不懂的口号了。那既然都已经有这么多的财产，为什么还要对于公保地去占用，而且在公保地还要盖到那么大量的违建？我觉得其实真的说起来，也这样看起来那个非常贪心的。收到了公文书，那收到之后呢，就会按照法律的规定。然后在期程之内尽速的去做一个这个一个修改修正，那现在也会尽速的联络这些公班这些人，然后来尽速完成。外界也发现严家9年前花2000多万买下的公保地，如今已经涨到1.5亿元，涨了7倍之多，生财有道。所以你讲伊在地啦，我迄天嘛甲我那天伫一个说明会，我嘛甲咱的选民讲，伊的在地那像是真有在调买地啦。那外界都说这是就是委员的家人这个投资有道，您怎么看呢？就一切按照合法的法律程序来进行。为什么严家似乎在各个层面都是无往不利？现在土地还能从2000多万涨成1亿5000万哦？为什么财富都会集中在严家，集中在严宽恒呢？来，博伟，这谈所谓的土地正义，阿你敢不讲会通？欢迎来到三 Q 说文解字。过去吼，这个中文吼，这个字这里啊，然后这个羊吼，就好康的爽的，比如讲吉祥的祥，就是新民的爽叫祥。鱼啊，有一个羊，就是心色。啊，迄、那个义下口是啥一个我，所以义是互我爽的物件，就是我感觉正义啊。但咱即马追求的，政府追求的，毋是家己爽尔呢，是啊公义嘛，大家人拢爽嘛。所以你讲土地正义的时候，敢若想着伊爽尔，伊对因兜来讲一个嘛正义。所以伊的土地正义，毋是讲别人听，伊是讲予遐阿叔阿伯听。哎、甲阮爸爸好个，你莫袂记哩哦，因今日选立委哦。哦。讲予伊遐服务处主任秘书槟榔摊的小姐，讲予伊童文成听了下，讲予詹金捌雨露均沾的人听的啦。那既然是安尼，伊就毋是讲予别人听，无食着甜的，赶快莫去予骗伊。但是伊超工用土地正义，这是少年人咧讨论的名词嘛。坦白讲，自有住宅率80%，我做立委的时阵，我嘛足关心的。我一间250万的厝尔，进贷款搁咧缴呢。我嘛足关心这个议题啊。但是你敢开一枪啊，甲大家有厝的人拢拍好死吗？无可能。拄要抑制，就足困难，全世界靠地。所以这我知影，我知影困难。你做过立委7年的人，你咧甲人讲这骗票，无诚意，而且呢无老实，要做7年前，你敢有做过？咱敢那看到你对领导的土地争议，你知影要安怎使用公保地啊？用到一切合法，其实嘛无合法。你知影要安怎用领导的码头？你知影要安怎让你的财产愈来愈多，让你的土地愈来愈多？这是正义，这到底是公义，还是我送的迄个义？这是咱会当观察的代志。但是你也看，伊即马所有的物件拢片面啊，我们依照法律程序啊，我们追求正义。难道啊、林佳龙怎么样吗？林静怡。是不是在选不分区立委？我要甲大家报告甲提醒，这场选举将来都毋是干那迄区的代志。台中敢毋是迄个选区的呢？台中敢是台中第一选区呢？啊，台中敢有公司？迄是全国的组织，交通部的组织呢？伊咧创的是你的钱呢，当作甲你无关系，对不对？迄是公共全国的代志呢，公共的利益嘛。对啊。伊要提案开放中国猪呢，伊要开放中国人来台湾使用健保呢。对，讲的，伊即马所有讲的，上趣味的，伊即马所有讲的，伊过去7年拢无做，一项都无做。我讲这叫严宽恒障碍，你即阵路要比较低，即世人可能找袂到啊，再也找不到了，像人家扁担的无啊啦。咨询的还都跟他家比较有相关。上低要比更加困难的，我可能爱做个像我安尼啊，怎么？哎、欸，无，你只要伊有一个会期，敢那咨询过一遍，44到咨询过一遍，你只要就任的第一天无去用罢免，你就已经超过伊啊，一天就能超过伊啊。哦，所以、这个你会个个咧讲算，我拿伊我感觉足见笑的，但是伊呗，伊继续出来讲，伊讲伊动算，嘿，伸张正义。阿杰阿伯啊，来支持咱的土地正义哦，敢会记你咱较早土地安怎正义的？要开什么电动经？要做什么变更？敢会记你安怎正义的？
哎，叫你甲孙仔支持一下哦、喔。土地正义话我家己听的。但是台语辩论伊嘛无啊。英语不台语辩论伊这七档伊嘛无推上任何政策，等到我咧查比伊较济。伊这辩论应该是讲假啦吼，英语下边辩论。重点嘛唔是英语啊，重点是你留美呢。留美硕士在拍一个台湾的医生，切尔西人的嘴。伊的状况就是，咱即马上较重要的，就是要甲伊白出的迄张面具甲拆落来。因为即马所有物件，伊明明电动机明明灰色地带，大家嘛知影灰色地带。我迄阵向讲的时候，我嘛知影灰色地带啊。依照台中市的违章拆除的法规，并没有任何的时间或期限。没有。对，没有。所以说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糊弄我们台中市民嘛。哦，阿旺五共鬼呢？整个台中市从合并到现在，还有10万件在排拆啦。要拆到他们家要30-40年呐。